新版嘅2021年 Scales 要弹 F major 嘅话，记住 key signature 会有个 B flat 嘅 F major。個 key signature 係調子記號有一個 B flat， 咁一個 flat 一個降號一定係 B flat， 唔會係 C flat 啦、G flat 啦咁樣嘅喎。一個 flat 一個降號一定係咩 flat 啊 ？B flat。咁但係咧，你就記住咧，右手個 finger pattern 咧就係同其他 C major 啊、G major 有啲唔同啦。今次係四隻手指用曬先，嗱加咗三條線，個 F 音喺邊度嚟㗎 ？Middle C 喺呢度啦。咁咧喺呢個 F 度嘅喎。是在这个 F 度开始的，不要呢弹错了位置。讲回个 finger pattern 先， ascending 上行是四，四只手指用晒先。记得有 B flat 啦，下一个 pattern 是由 C 音开始，一二三。练好好扎实的只手，跟住呢下一个 pattern 一二三四 ,F 音开始，记得有 B flat 啦。拎起隻手，唔好咁样抹过去吓，拎起 C D E F 都系四、哦，好 ascending 完成咗啦 ，descending 落翻嚟都系四隻手指用晒先，下一个 pattern 由四手指开始 B flat， 下一个 pattern 由 E 音开始三二一，翻翻去创力，翻屋企啦，准备四三二一。好啦，练熟咗之后呢你就可以拆开嚟弹啦。咁记住要做 thumb preparation， 唔做收埋手指功呢就会加咗重音落去㗎啦。去到二手指就收埋手指功喎，右手 ascending 嘅时候呢就係、要做呢一个嘅收埋手指功 thumb preparation 啦。考试速度系最慢系 60， 而家我哋呢用一次40弹一次先啦。即係佢打一下呢我哋就要弹两个音啊，个速度会系咁啦。呢个系40啊个速度。准备了喎，记得做收埋手指功啊，四十 ，Ready Go， 收埋手指功，四，都系四，三，四。最后个音长啲，系啦，因为佢系 quartet。好啦，考试速度系60，咁咧自己可以用嘴仔数啦。佢打一下，我哋就弹两个音啦。One two ready go， one tw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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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 two， 系啦。Do mi so mi do F major chord 唔使考，不过都要学埋喎吓。再提多次 ，F major 右手个 finger pattern 系咩啊？四三四四，落翻嚟一样，四四三四。4, 3, 4, 4